最伤心。欸、你为什么没有踢进那一球啊？很可惜，很可惜，有机会。那我们赢了，剩下的笑话。我觉得什么感想？非常非常非常高兴的。Stop. Yeah. 好，非常非常高兴。然后我们全队都很能力踢球，不知道讲什么，可是真的非常非常高兴的，非常非常。你有说过啊，你不是来玩的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现在讲一次吗？我们不是来这边玩的，我们是来这边拿饭的。然后我们今天拿三分，回去台北，我很高兴，真的是非常高兴的。三分 ，Thank you。